一下犯上，一 flow 带枪，做个笔下能追梦，有多少困难，又有多少拳头在挥动？哎，为了自由和尊重，越来越多人，越来越多心脏被击中。下，做个笔下能追梦，有多少困难，又有多少拳头在挥动 ？Let me see that， 为了自由和尊重。Yeah yeah yeah， 每当无知的人们又想选择你放弃，我就不自觉产生反击他的抵抗。你发自内心的。现实中的波西米亚，就算是真的脚丫在碎玻璃塔，也不愿意原地踏步，还要坐地起价。别管地上地下，不是故意逼话，只是随便一个 MC 他们不比你差。可以拿我们临摹，找歌词做范本，可无数演的现场你永远无法站稳。燃烧弹头出就注定了战争，于是新的时代，新的英雄诞生，一个新的英雄诞生，更多新的英雄诞生。The South Side's rising man， 做个地下的 hero， 面对强权，他们绝对不低头。拦住我的，围住我的，无论多几多对手，要攻要守，不战斗，无形必须。